接下来请收看二人转总动员转迷点播时刻。我呢也特别希望能够点播一段由佟湘江老师和赵桂霞老师演唱的二人转。二嫂啊，他黑把火来到了墙跟前儿啊，悄悄的手把墙头往过迈吧。我想点播董国芳的《猪八戒拱地》。四溜溜他拱开了两笼地儿啊，得了哎呀呀呀，你不要不要。八戒我心里头真轻松哎。大家好，我叫周林，来自辽宁沈阳，我是一名专业的戏曲戎装师，从事这份工作呢已经6年了。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给专业的京剧演员和评剧演员化妆和梳妆造型。作为一名地道的东北人，从小呢对二人转艺术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同时呢也非常喜欢佟湘江和赵桂霞两位老师的演唱。听朋友们说二人转总动员可以点播二人转了，我呢也特别希望能够点播一段由佟湘江老师和赵桂霞老师演唱的二人转。最后呢祝愿两位老师艺术长青，永葆艺术青春，也祝二人转总动员这个栏目越办越好。周林你好，感谢你点播佟哥佟嫂的戏，也感谢你对我俩的喜欢。有机会啊，你来到二人转总动员也给我们化化妆，现场给你唱二人转。接下来呢佟哥佟嫂就给你唱上一段二人戏《墙里墙外》，希望你能喜欢啊。柳树尖儿啊，哎呀！二嫂啊，他黑把火来到了墙跟前儿啊，悄悄的手把墙头往过迈吧。边儿都空的，老的缺心是又少干儿啊。二嫂我自打守寡，一直没找伴儿啊。大发我40多岁，没有那老婆孩儿啊。好政策打开了心中的门梁山儿啊，多年的干巴树又冒小芽尖儿啊。我返老还童，越长还越添彩儿啊。二嫂我成绩好了，不愿意再打单啊，一见这光棍大嫂心里就打闪儿啊。一看见寡妇二嫂我心里就撒欢儿啊。墙里墙外隔得不太远儿，可我总猎猎狗狗不敢到跟前儿啊，怕只怕长出是非，两下都不够脸儿啊，光屁股推碾子整不好得磕碜一圈儿。大家好，我叫徐伟涛，今年32岁，我现在在广州工作，是一名语文老师，兼职书法教育。我是东北人，特别喜欢家乡的二人转。我想点播董国芳的《猪八戒拱地》，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曲目。我也是董国芳的铁杆粉丝，非常感谢。最后，祝二人转总动员栏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皮呀，有多寒得呀，落得我脑袋一个直不愣，哎哎哎。有名的朱老人哎、啊，我母名叫朱梅玉容，你母所生哥八个，我是小老疙瘩呀，名叫朱五郎，我的大嫂哎，叫相公啊，大嫂哎，叫相公啊，大嫂哎，哎相公啊，大嫂啊，相公啊，哎大嫂哎。我家有好的三百赏金子，银子用唱唱，那个大嫂跟我唱疯子呀，妈的你有吃有喝有柴有带高铁，每日每时每刻把你累疼，我的大嫂哎，说大声一听，有气有脑子在此真能想我，立刻是了个金金坠，吓得我醉倒在地，眼前冒金星，哎呦我说大嫂啊，这回咋变这么沉了呢？我可背不动了。你背不动了？哎呀，背不动了。那我这有几亩地儿，你帮我拱了呗。拱地儿？那不是一车粮食掉两米粒吗？咋想啊？多大个事儿啊！好，那就拱起来呀！四里六塔拱开了好老地儿啊，多大个哟呀呀，一米粮食高。八戒我脸上就露笑容。没有，哎，你不要不要，四里六塔拱开了两老院啊，得了，哎呀呀呀，你不要不要，八戒我心里头真轻松，哎，得了没有，哎，你不要不要，四里六塔拱开了三老院啊，得了，哎呀呀呀，你不要不要，留着给大嫂种大葱，哎，得了没有，哎，你不要不要。地瓜那种点花生，哎，得了没有？哎，你不要不要。四里六塔拱开了五郎地啊，八戒的耳朵直不愣，哎，四里六拱开六郎地啊，拱的八戒鼻子疼啊，四里六拱开七郎地啊，八戒的脑袋直棒棒，哎，四里六拱开八郎地。趴在地上把腿蹬，呆子，你看看我是谁？哎呀，原来是猴子啊！我再也不敢了。快起来吧！是谁他把戒金表啊？大声这才露笑容啊！是我请。师傅，
去取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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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接下来请收看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上期节目中，在拿出好戏环节，二号选手演绎正戏《回杯记》，吐字清晰，板头瓷实；三号选手演绎正戏《墙里墙外》，嗓音洪亮，默契十足。最终，三号选手因紧张影响发挥，遗憾离场。在才艺比拼环节，一号选手分别带来评剧和京剧选段，获得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本期二号选手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节目？谁能成为攻擂方，向擂主发起进攻？擂主又能否继续守擂？二人转总动员，精彩继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吉林省红十字会肿瘤救助定点医院国文医院冠名播出的二人转总动员，这里是老年组的第24场比赛，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艺压群雄。艺压群雄，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比拼环节，由现场的大众评审投票，得票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Yeah.
我背上要挺得住，你要坚强，学你爹心宏胆壮，志如钢。好的，我们听一下严峰老师对于刚才这一段表演有着怎样的想法呢？有请。刚才这段唱腔唱的呢，京戏韵味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唯一呢，我感觉稍微欠缺一点，就是那个刚劲，老太太的刚劲，还缺少那么一点点。可能是乐队的声音一大，把你的字儿啥都给吞了，我就有的地方没听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刚柔并求的问题，咬字，字在前边走，然后后边枪跟着，字领枪行，枪随字走，字重枪轻，刚柔并求，这里边有柔的地方，然后你该到刚劲的地方还得有体现出来。这个嫉恶如仇，这老太太劝铁梅啊，又说当年你爹爹怎么怎么样，哪怕说是我这个枪没到位，但是我演戏啥要到位了，那会更完美。您这个年纪能把这段京戏能唱到这种程度就已经非常棒的了，希望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谢谢您。好的，感谢严峰老师。来，我们掌声把另外一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来，有请他们。来吧，我们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目前场上剩下的是一号和二号，现在投票开始。好的，我们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谢谢大众评审，谢谢。来吧，场上两组选手，请转身看成绩。恭喜第一组成绩暂时领先。哎呀，比赛只能进行到这里啦。有什么想法想和我们说吗？胜败是乃兵家常事，所以说在赛场上只要咱们这个我这个年龄能掺和到这里头，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尤其看到四位评委老师，我特别为的亲切。今天虽说失败了，以后我还想来，今天出差错太多了。掌声欢送一下，谢谢您的到来，谢谢大家，再见。再见。老师再见。擂主可是做好几期了，你俩怕不怕他呀？不怕，怕啥呀？怕啥呀？你怕不怕？我不怕，你也不怕，我是男人更不怕了。哎，来吧，我们掌声把我们上期擂主，也是本场的首擂方，请上来，有请。好几期了，谁也没整下去，这他也不知道咋那么厉害。你咋那么厉害呢？我呀，我要是往这台上一站，我就有信心，主要是我有信心。啊，有信心。我有信心。就谁来怎么着？谁来，你也得下去。你俩下不下去啊？不下也得下。坚决不下。你呢？你下不下去？不下，我坚决把你俩打下去。打下去，撵你家去。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二人转总动员，这里是老年组的第24场比赛，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永摘桂冠。永摘桂冠此环节为选手的终极比拼环节，由评委和现场的大众评审共同投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评委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得票比例较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冲撞远窗户跑，马上公王号啊！
呢，这火急火燎的赶来了。团长，哪位是团长啊？答应一声。哦，你是团长。听说你们吉林这二人转总动员老火了，给我这老太太心里给我聊的敷溜敷溜的。哎呀，接下来我给大家串烧两段。你看着我这老太太年轻时候老厉害了，在我们小村庄啊，那我是首屈一指的美不够，那家伙我演一出小二黑结婚，十个老爷们没截住我。接下来我就回北京。张廷秀金榜得中头一名啊，回公馆出走扎寨十里长亭啊，我瞧伴一个花儿乞丐，为防我的安兰妹王二兰娘啊，我偷偷溜进王府的花园内，遇见了好心的丫鬟，她叫春红啊，我托小春红给我报个信，你就说他的二哥转回家中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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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个三春杨柳。黄蜂采花香，玉暖风和关麦郎，碧深深和风吹过、四海不扬，谢谢，我不干了，我不演了，脸太小，我下去了啊、再见。好的，我问一下我身边这位小妹妹啊，今天在我们现场来，这是第一次还是说以前也来过？第一次。第一次。那我问一下，比赛进行到这里之后，你也看了攻擂方的才艺，看了守擂方他们的表现，对不对？嗯。攻擂守擂，你选的支持谁？我喜欢攻擂方，
我比较支持他，一会儿也会支持他们，对不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是比较喜欢龚丽芳的那个爷爷、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表现非常的有感染力，并且也能将我很快的带入进去。哦，你是哪里人？我是天津的。天津的、嗯、这样，我们的口号是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夜、yeah、你能不能用天津话给我们来个天津话版本的？倍儿简单，倍儿简单，来走着。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夜、yeah、漂亮，谢谢你小妹妹，谢谢谢谢。我们再听一听其他人啊，来吧，我们再问问我身边这位阿姨啊，龚丽芳、守丽芳的表现看了吧？看了。看完之后开不开心？开心。那你会支持谁呢？守丽。支持守丽啊？他一个人唱啊，为啥支持他呀？他唱的那个我看嘛，特别是那个嗓音洪亮，嗯，完了那个语言我听的都特别清，完了再说还利索，唱的好，就是挺好的。好好，那就是唱的好，是不是？完了我看特别好。那你会不会唱啊？我会唱，唱不大好，也能会唱点。那整两句行不行？行。正月里呀、啊，摊妹啊，正月啊，正啊，我领啊小妹呀、啊，逛花灯啊，花灯的是假意呀、啊，妹儿啊，恋你是真情啊，啊一二呀二幺啊。谢谢你，谢谢。来吧，我们继续看比赛。过了我初一，来到初二啊，转眼就来到了初五六七啊，有一个小伙儿25岁啊，这年前5月娶了小媳妇儿啊，吃完了早饭我就没下地儿，随手了扎上了腰带子儿啊，扛起了大镐我就要跑分儿啊，一旁菊花小佳人儿啊，我三步两步啊赶上去，叫心儿心儿的呀，叫你心儿啊，今天你不要去呀、啊，把活来做，你陪着我去，我要前去呀、啊，串趟门儿啊，给我串门去。小伙说要去回门，你就快打扮呐、啊。这日头一高，道上有稀泥儿啊，快点啊！忙上腾开鬼门，拿出包裹解包皮儿，上身穿的杏花袄，腰间八虎绿罗裙儿啊，那把花的裤腿儿的色比花的大，身上了不大不小将白袜子儿啊，绣花鞋缎子钉儿，谁不夸我的好手艺儿啊，鞋帮我绣的花蝴蝶儿，新来我扎着一对鞋裙啊，当美子儿啊。打领我的耐口子儿，一顶那破毡的帽头上戴，棉袄还能吊绑子儿啊，像你那个这样啊，这么我的娘家近，我哥哥我嫂子啊，还有那个没见面的孩子他老人儿，一个个嘴呀尖了舌呀挖快，跟着一家屁股一轮，小姐一撅冒人儿，忙上看开柜门，拿出包裹解包皮儿，这件袍子花十个，彩花绸子啊，马褂子，这件件都是那个围棋我来做，穿出之前的围棋我的好嫂子啊，穿着吧。小伙我一见来了气儿啊，叫一声俺的耐口子儿啊，从小我闯关了
夹子布啊，一看见绸缎就蒙门啊，我不去来，我不去呀，我不跟你去丢人啊，小伙我说了不去的话我不去。一跑难回小家人，三步啊两步啊赶了上去啊，小心啊心里啊叫你心儿啊，我一时啊大意啊说错了话，你小嘴儿啊一句啊翻脸皮儿，你小姐我气儿那小小气儿，我希望给你呀、啊、排一个不事儿啊。说我穿的好像天仙啊女儿，你说你穿的好像要放花枝啊，这回呀、啊、为妻我重打扮，文房能随你的心儿，左边的摘下了苗金凤，右边摘下了双喜字，摘吧摘吧匣中放，永远不带他出门，忙上炕开柜门，拿走包裹解包皮儿，上事儿啊或见了出家啊，腰界一挑出不去，有心我再把我的绣鞋来换呐、啊，那一个年轻人啊不爱呀、啊、绣花地儿啊。小伙儿，完毕下了地儿，我孝心啊心里呀、啊。叫女星儿、啊，你说我穿的好像天见了女儿，你说你穿的好像要放花枝儿，这回回去我从打扮那个捆绑能随你的心儿，你看了这回呀、啊、胆儿不胆儿，庄稼的媳妇儿我就配你这个庄稼人儿啊。母亲勾我一生人，我的父亲啊闻听此言，他的心好恼，手里的大棍上楼搜寻啊，在贵州啊取出来生一生猫，手拿着啊大棍
打我母亲九次发昏呐、啊，直打的我的母亲疼疼啊难忍呐、啊。后花园里把雕寻呐、啊，后花园里雕死了啊，我的生身母啊。我的父亲收我下了桃花，做了二婚呐、啊。此话也不该当小的讲，我父亲呐、啊，他老。他老有孝心呐、啊，到后来小桃花生下了一子，要害我兄妹两个人，小桃花是给丁魁刚到一把，后花园内要杀人，我们兄妹跪在了地下，苦苦的哀告啊！只哀告的小丁魁他就软了心。后花园放走了我们兄妹俩呀。我们兄妹连夜逃出这座梁家村呐、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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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兄妹连夜逃到双阳岔路啊，遇见猛虎他下山林，猛虎下山冲散兄妹俩，猛虎冲散了兄妹两人啊，也不知道我的大哥流落在何处，民女我逃荒啊来到这座板桥村啊，板桥村庄昏倒在地啊，遇见了李府李堂官这位李大人呐、啊，李大人看我的年纪小，他认我这干女儿，我认他做干父亲呐、啊。这本是三三见酒啊。事情的话没有戏言，对着大人云。来吧，最后的时候我们听一下韩子平老师和郑桂云老师有着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感受呢？郑老师，宫内方，今天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发挥的也非常不错，非常好。但是小半年唱的吧，有的地方吧唱重查了，整的来看都不错，挺好。这个戏吧，过去吧就经常唱的戏，这个小半年，今天又重温一下子，觉得还是不错的，是不是？还有这个守擂方啊。这位演员唱的非常不错，稳稳当当的，今天唱的也不错。但我给你提点建议啊，后花园去杀我们兄妹两个人，兄妹二扎甩个枪，二人呢啊，完了这嘎叫起来，今天你这嘎叫起来我就好了，给你是提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啊。但是你唱的非常到位了，很不错很不错了，你们都为好啊。谢谢郑老师，谢谢。来韩老师，擂主表现的还是很抢眼，确实稳稳当当，他这个唱功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音儿是一个音儿，感觉确实是有功力，
但是二人转咱们讲唱扮舞说绝，一个舞台要有画面，要有多方位的这个审美，就光一个人在那么唱还是不行，还得挑个好搭档。宫内今天我感觉到是越来表现越好，就是刚开始稍微有点欠茬子，这个丑非常突出，旦角的配合不是很默契，是越演越顺溜，越走越近，所以说尤其是最后这个小白年我感觉到非常好，希望你们都取得好成绩。谢谢韩老师，感谢郑老师，谢谢。现在我们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宫内方、守内方，你们会选择支持其中的哪一方呢？投票开始。好的，我们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谢谢大众评审的认真参与，感谢你们，谢谢。接下来五位老师，请一句话明确地告诉所有人，宫内方、守内方，本场你们支持的是哪一方呢？严峰老师开始。支持守内。好的，五位老师，您支持的是？我支持一下宫内。好的，谢谢宫内老师。那么接下来韩子平老师，您选择支持的是？支持宫内。好，谢谢韩老师。郑明宇老师，我支持守内。最后董明珠老师，您支持的是宫内还是守内？我支持宫内方。好的，谢谢五位老师。来吧，让我们看一下最终结果是怎样的，有请工作人员。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宫海在这里要郑重地向您宣布，获得老年组第24场比赛，最终成为本场擂主的这组选手，他们就是我们场上的宫内方，恭喜他们宫内成功。转身开场起来，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怎么样，这几期当擂主的感觉爽不爽？也挺满足的。很满足。因为啥呢，我在这里面能学了不少的东西，有几位评委老师给我提出宝贵意见，我是心里特别满足，谢谢几位评委老师，加油，感谢这几期的付出，来掌声欢送一下，再见。当擂主了，你说三年前来了是不是早就当擂主了？现在心情非常激动，首先感谢几位评委老师，你们辛苦了，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你们更辛苦。这是我的一个搭档啊，他的中国梦嘛，今天到就圆了。哎呀，主要是啥呢，参与传承我们二人转的精神，这个是主要的。来吧，恭喜他们两位成为新科擂主。谢谢，恭喜恭喜。本周六周日晚17:50，《名师高徒》第二季重磅来袭，神秘嘉宾惊艳亮相，这不我搭档大眼了吗？让。